你们的，啊，它没有还粘是在粘在地对板上，哦，撸是啊，弯有撸撸啊，快下撸撸弯弯的，的行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啊，那个黄布袋和那个菱角，行，开始了啊。哇，这是全部是骨灰，我首先把头部和身体的部分分开出来。那个红了，啥子？这头啊，这个头啊，头是。那头，头完了红了。白色的好多。好像发热的头发，啊，发热的头发，那个头发，啊，对对，是呀，你呢？好了哈，对。我把那边切的再做一个头发，头发，头发呢？一个卡车哈，啊，进去了，妈呀，妈呀，我进去了。刚来扣一款就尴尬了，刚来我做的是咩啊？这你给刮过，你在写什么呢？看脚，这不是脚啊。这个看不懂，可主要应该是下面的膝盖。你知道也困了，再比两困。骨灰比较满，比较多。比别的人骨灰稍微多了点。啊，别发了吹，因为他高烧了啦。用高烧吹，啊，因为发了多钱，够够了。啊，发了就比较少。啊，对哦，你也是当马来当波啊，那个怀疑的嘛。啊，那是当波嘞。怀疑的，你当你也比较难，应该是阿爸了。对。哇，钱啊，你大妈会跟修，想象哦。嗯。不想象这人修老久啊。就是在小贵些很多，啊，喝金多，喝是金多，啊，那喝金点嘞，我是看那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死哦。什么？这个啊？这是吃药了。这种是吃药啊？吃药是黄色，黄色。对，黄色。没有这种呢，这种。家属看到的这个黄色的部分是往生者之前吃西药，所以变成黄色。对，人的骨髓是剩下白色的蛋白质的。哦。然后像这种呢？黑色的这样的地方是烧棺木的时候被那个烟给熏到的，所以变成黑色的。哦，晕。通常这情况下的话，骨灰几乎都有黄色的地方，都有，都有。做化疗，然后吃西药都会变黄的。